美女，嫁给我吧！美女，千万不能透露我总裁的身份。全员是个破保洁，开直升机来的，我还以为多牛呢。我准备给他们集体涨薪。长眼了没？还不过来擦干净？没想到是我吧？你谁呀？你美女，嫁给我吧，美女。你呀，光鲜亮丽的白领，干下等活的佣人，刚才还没答应我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这不马哥吗？无语了，家人们，被公司保洁爱上了，有福气呀，马哥。这会籍你要不要？不用再认真工作，是时候给大家提升福利待遇。给马哥的保洁人就在现场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是谁呀？谁呀？谁那么搞笑啊？别装了，我们说的就是你。我？难道是我总裁身份暴露？臭保洁，厕所刷了没就在这想三想四的。咱们公司的保洁大妈这么没有阶级感。够了！你们怎么说话呢？就算人家是癞蛤蟆，也有一赢天鹅的权利吗？各位白天鹅们，总裁今天来视察，现在已经在会议室等大家。总裁来了，哎呦，臭保洁，不能走，那我怎么说？哎，你别打我，你说了吧。哎呦，快走。没看着我们在这等大领导的开会呢吗？你赶紧出去，事别就擦起来。就是，不用等了。在座的各位都被开除了。你个保洁发什么疯的？保洁被开除了。